我觉得不太对劲，现在情况非常危急。我觉得不管什么危急的情况，只要你一说出来，我们都放松了。现在情况非常危急，快派人来救我！你们现场的所有人现在都有嫌疑，何船长现在身份变得非常的可疑。 你不能用这种态度说话，你一直跟着他在混，什么叫树倒猢狲散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他要身份可疑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非常。我们可有短暂的师徒情谊啊！所以是这样，等于从现在开始，全船只有一个没有嫌疑的人，就是他了。 对，在你们六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自己清白来主持大局之前，不如就让我这个敦厚老实的水手暂时代理侦探。